那手机放那里的，放那里好啊，不用拿呀。那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这哪个洞啊？这里啊。这个洞啊？对呀、啊。打呀。这洞我感觉好不大呀。太迟了。不行不行。大的吗？不能给他机会啊，都得他一个啊。大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大的呀。我感觉是大的，反正。点点赞啊！点点赞啊！我感觉是大的呀。进来的朋友点点赞啊！来大货了呀！不行，要出绝招了，老铁们！你蚯蚓都要混一条了呀、嗯，都白掉了呀，难怪不吃。给你拿一条吧。不用了，他既然吃了，他就会吃呀。你还有绝招吗？对。鱼在鱼腹里面，在这个洞里面。轻轻吃的吗？对。吃的好轻、啊，怎么又不来了呢？来呀、啊，就在钩子旁边。你怎么这样说呢？没有啊，他又往上面扯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、啊啊。刚才是往下面拖的点点、啊，刚才是往下面拖的，现在怎么往上面拖了？往上面拖了呀。对呀、啊。吃了很重是吧？不重啊，不重啊，它轻轻拖进去的呀。轻轻的拖了，你一天天的有点漂两边跑呀，嗯，太拉了呀那边呀，那边播的都太晚了，都不怎么好了呀。中了，中了，大的大的，金货。金货吗？对对，打圈圈了呀，打得好猛啊。要不要我帮你拿一下？不用不用不用。我要抓是不是？你要抓呀，你要抓，真的要抓。确定是大的吗？确定是大的金货呀。确定是金货了，土货。不知道，要不要帮你拿绳子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跟着打圈圈啊。对呀、啊，看到没有？哇！准备抓，准备抓。这个大呀！准备抓。哇塞！今晚最大的一条。今晚最大的一条啊！今晚最大的一条。今晚最大的一条。这个、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还在拉？你拉吗？你拉，继续拉呀！继续拉，哦、漂亮，漂亮。你抓住啊！啊，我开鱼腹好不好？嗯，你确定了啊？好，开。不容易啊！不容易啊！哇塞，漂亮！不容易啊！盖住，盖住，盖住，盖住！手拿出来，盖住。漂亮！六六六，可以不？看完此视频啊，记得给个赞啊！嗯，朋友们。嗯。